好，我是心雨，我又来了。现在东北呢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了，那我呢也打算要猫冬了。一会儿呢我打算和朋友出去吃个饭，外面实在是太冷了。我打算呢一会儿把我那个大棉鞋拿出来准备防寒工作。这个鞋呢就是我平时压箱底的鞋，平时也穿不上啊。这个鞋呢也是我买过最贵的一双鞋，是300-400，而且这个鞋是特别厚的，这个都是金毛，里面的绒也特别厚，看扛得住零下40度。那这个里面鞋垫也特别厚，还是增高垫的，对于我这种1.6米大个的人呢，这个是对我来说很需要的。刚才量了一下我这个鞋呀，足足有6斤重。现在试穿一下我这个压箱底的大靴子，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中带着我的围脖，穿上我这个大棉袄。这个衣服呢里面也是毛毛的，而且还是加特厚的全面武装。现在我就要准备出门了，那我就要出去吃饭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